真的长枪赶路最好用。我干！他飞太远了。谢谢 Win 九的 host。我干干干，不拔刀。我操！哎哎哎哎，大哥啊！天哪、啊，你为什么突然转向啊？因为我在找地方打。干！而且我他妈的时不时会被击飞啊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啊。干！我又被击飞了。就是，哎、欸，大哥，不要每次我在磨刀的时候你就看我好不好？我没有，我磨刀的时候太吸引你了吗？靠！他到底要去哪里？我会干，不把我当脚踏垫好不好？干！我是用 sling 玩啦、啊。是薄机，啊！你们自己看，自己感觉如何？反正是都可以玩，所以没有差。但是通常现在买，大家还是比较推荐 Pro 啦，因为大家可能觉得说 Pro 也没贵多少钱，要买就买好一点。我是因为罗德基才买 Sling 的。
打到啊，大哥！来不及。你不要一直看我好不好？干干干！糟糕！不过我没事。Pro 跟司令大概差2000块啦。有人画跳伞好猛！不要射我啊，大哥！怎么会是射我呢？冲到一半被射，靠背。干嘛？我冲到一半被射。应该说就差在那个吧，读取速度之类的。我是没有修过游戏机，所以学生嘛一定贵的啊，学生买东西都要考虑的，等有收入之后才会觉得其实差这么一点点钱却还好，可是对学生来说真的是很有差的。吓死人干，看傻小。等我放。
换把武器好了，不知道是不是我输出不够，我还在跑呢。换把武器。想想，试试看弓好了。不过说有学带，不。如果是外出工作，然后有学贷的话，其实也会考虑的，因为学贷真的是还好久。干，这也不能吃哦嘛。这个，哦，思思妹定时。干，为什么还是鸡啊？干，为什么哦思思妹也是长这样？早知道我就吃什么蔬菜定时之类的。不过我觉得啦 ，PS 它是一个可以用比电脑还久的东西，所以我觉得看看吧，它比电脑便宜太多了。喂 ，Hello， 这是故意的吧？这个。小林，你他妈绝对是故意的！剩下的75颗都缴上来了，好，谢谢75块，习惯，你看我哪里破街啊？太远，我有大哥。你不要看我啊，大哥！妈的！哎，不能动啊！操你妈的！哎，射错。
不要看我好不好？低能儿，你要射头。改了75块，可以吃一顿饭，多棒！欸、靠腰，忘记掏武器了。哎、欸，他跑太远了啦！啊！跑掉！就变成，因为我不想 K 到他，所以他跑来打我，妈的！哎哎哎，大哥啊，走开啊！靠！妈的，你跑屁哦！哎、欸，小林，你那个是要打我吧？操你妈的！干，射不出去，妈的！对，他真的很烦，他会一直跑。到底要去哪里呢？好看吗？
小，这三小，我不会爬上去了。亚美德，你要死不见是傻小。爬上去送他小啊，靠腰，啊，那你上去干嘛？妈的！他到底在上面干嘛啊？靠北，我操！面部着地，被打飞了。大哥，我觉得来不及。我这次跑到不一样的地方，把他打到奇怪的地方。不要这样吗？小林，你他妈故意的！干，跑屁哟！头往上一抬，时就什么都没有。靠腰，干！大哥啊，不要啊！觉得时间要到了，
干，他太故意了，他没有砍过来打我，妈的！人家也就白烂。大哥，干，跑掉了。再玩最后一场，最后一场，妈的，打我很专业啦，干！再玩一只充能斧吧。挑衅，小林如果 没一直把我挑飞，并且努力打的话，应该是可以啦。他这只的血本来就很多，然后因为又他会一直动，又比较难打。所以，而且它攻击力很高，所以这只15分钟对有些人，我也是打了前面打了好多次都没有赢啊，是后来才赢几场。来滴滴照，
不要一直跑吗？看起来是麻了。哇！这水里好讨厌。你到底要去哪里？哦哟！哎，我操！哎。我有。喂，不打我啊，大哥！你到底要去哪里呀？干这树枝！操你妈的！树枝就卡在那里。
又跟新的一样。大哥，难搞哎、欸！无啦。靠北空。傻小啊，被什么鬼东西打到。哎、欸、靠杯哦。怎样啊，有什么困难吗？为什么要打我？还呢？靠背这样也被打到，叫嚣！白痴哦、喔，后面这只龙在那边打我，低能儿哦、喔。我觉得时间要不足了。
靠！再见。然后15分钟，你要等他，你要打他，然后过场景。他总共会移动三次吧，长得像黄国人，所以破坏气氛吗？到了，好，我要休息了。真不太会用这把，比起来我觉得斩击斧比较好玩。晚安啦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明天我再看要开什么。晚安啦，拜拜。失去，对，失去了。